其实是我们要拍摄写真集。不管就是拍。哎，换边的，哎哎，sorry， 好好来，可以的，哎，让他走过来，让他走过来，对对对。一直叫过来了，再几张就好了。OK， 好，可以可以 ，OK。狗臭屁！对对对，好，这样这样。怎么不穿棉袄？不要这样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这样。你唱歌，我都买可够。好了。我们终于拍完了！哦，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推荐，因为我们啊，其实去泰国向导这趟旅行都是这五个行李箱陪我们。对，然后女生的东西很多，我们要准备很多拍摄的衣服、化妆品。对，然后我们看五个人一人一双鞋，这多恐怖的一件事情。没错，所以他就必须要空间非常大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还有五个人的表演衣啊、表演鞋，所以有重量限制。对，我们在塞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幸好它很空间非常大。对，因为它也可以加大，它中间这一条就是可以再加大，所以我们可以塞非常非常多的东西，超级实用的。这样，而且我们塞。三个人东西实在非常多，每次装的时候都觉得，天哪，这样拖得动吗？不过好险，它360度。来来来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哇，爆装多少？对，真的超级好拖，然后又好装又大。而且其实常常拖很重的东西，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机场会很尴尬，比如说他这样一拿下，这就断了。哦，对，或是整个就这样拔起来了，很耐用的。然后，但是这个它就是。多段式的，然后你可以有三段式，所以呢就是非常坚固，然后又好拉。然后所以这个五个行李箱啊，这两个是新的花色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 follow 我们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之前很常拿是巧克力，对，笑脸的，对，跟笑脸的。然后这次呢，哈哈，拿到了新款式，就这两个动物的长长颈鹿系列，好可爱哦，非常可爱。然后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就是这五个没有才会有这本写真集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欢迎来到跟着姐姐动子动，Let's go， 姐姐 come on。